我们今天去哪里呀、啊？今天去晴川公园倒垃圾。垃圾在这里。距离有点长，家门口的垃圾堆满了。耶、yeah ，好远啊！过去要一个小时。45分钟。45分钟，好远啊！垃圾桶，我们现在在东方体育中心，也就是前滩，但是我没有这个去扔垃圾。不远了，才10公里。现在我们去，未来我们去外滩扔垃圾，还有10公里。双子山，上海造一个双子山。那双子山。里面还能停车。这个山可高了，有90几米，上海最高的山，厉害吧？以后造好了就有90几米，它连带那个树的高度一起算进去。哇，那个是山顶，同志们，那个是山顶。它已经封顶了。他已经有坡顶种树了，他难道还会那个吗？有没有像坟头上长草啊？造了这么大两个土，这就不能走了。预计需要22分钟，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敞篷车，就是上海的敞篷的观光巴士。土好大呀，三件套都看不到的。看不到，三件套在哪里都看不到。SN 就阿拉老早，五层啊，是阿拉面头。伊开到阿里搭？杨氏浦路开到哪滩？伊搿搭是终点站啊？好像是淮海中路，淮海老早是老北门，小北门是终点站。这个车道一倒还在。我们看过外滩了，哎呀，垃圾没倒，所以我们又要把垃圾带回乡下倒了。你这不是白带吗？看垃圾还在地上。上海博物馆。那我小包，这是什么花呀？我不知道呀。三角梅，这个是三角梅，就是我种了不开的那个，人家种了那么多。为什么人家可以摆在外面就可以随便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人家摆在外面都可以开这么多。你确定是三角梅？三角的一塌糊涂。你有，你把道心。那哎，这里暗了就开的花少呢。然后你看一看。这边就是亮的地方，一下子对吧？光照好就看着。道心破碎了。在跟交警呢。我还没打电话，我是先联系交警还是就保险和交警都一起联系吗？嗯，是的，你是否需要为您联系？哎，你好，我在那个。南北高架路啊，终于开始动啦！第一次坐拖车，啥经验都有了。真的全套，我们今天有了全套经验，以后再也不会出问题了。这个人生就一次的。现在我们在坐拖车，我们要到拖车的二楼去了。